我们都是为了救他而牺牲的，你竟然牺牲我，让我嫁给那个大烟鬼，你还是不是我爹啊？明明知道他的心早就被赵安华那混蛋给掏空了，我却偏偏还要娶他，我这叫做犯贱。9亿女，1000块聘金，我等着你们提前下聘。 哎，牧羊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。周六晚上11点半，请看《谁知女人心》，由Peony波比随身电动牙刷冠名赞助。